哦，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哈？哎，不算吧，我们已经上路四年了。哦，那一路走来有什么感觉呢？非常充实，也充满挑战。嗯，说实在的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其实我一直想要问你，你感觉我是什么款的人？你比我想象的更快派呢，尤其是哦，你看伊迄个影片哦，看起足派哦，你跟人咧冤家。不，我迄是为了国家安全啦，该派的时阵，我那是爱派啦。因为守护台湾的民主也是上个重要的。嗯。外口敢那风真透的。有感觉到啊。但我无啥物感觉的，你开车开了足稳的。因为有你在旁边帮我看啊，让我能够放心开啊。还是你比较担心风大把中分吹歪了。我就说没那么中分啊。重新调整路段计算中，导航有问题耶。重新调整路段计算中，我们还是继续往前走，然后我们接快速道路。副手这个位置还是真的很重要，不能随便用臭的。也许我们做事的方式不一样啊，但是我们理念是一样的。你挑副手眼光真好啊，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拒绝你的赞美。我问你哦，如果我少了一边的耳朵会怎么样呢？你会听不清楚。那如果我另外一个耳朵也不见了呢？那你会失去声音的方向性，而且你说音的范围也会变小。而且哦，我还会看不到，因为我戴眼镜。这是一个冷笑话，不过寓意深远。我想到国会没过半，结果造成空转，没有办法前进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呢？我正在努力延揽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。这样很好，让更多的人才进来哦，国会必须过半，国家才能够走在对的路上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加油。好，加油。哎，你们一定会开得比我更好哦。有他在，没问题。交给我们。你的眼光不错哦。跟你学的。好吧，出发吧。台湾的海岸线好美啊。你有去环岛过吗？应该所有乡镇都去过了，只是没有连起来。台湾人很幸福，随时可以出发，去海边、去山上、去湿地、去海港，通通都可以。你想怎么走 ？OK， 我们走民主路，民主路一直走。那我们同一路的哦。你确定？你选猫还是狗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我还是选狗。民主社会就是可以容纳多元嘛。出去一趟就会知道，台湾真的走在世界很前面。没有和平和民主，就不是台湾的啦。这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。嗯。我很珍惜台湾的一切，我愿意用生命来守护。